北京时间1月15日消息，据法国媒体 Foot Mercato 报道，如果登贝莱依然不愿续约的话，他将会被剥夺出场时间。巴萨方面已经厌倦了等待，巴萨主帅哈维之前一直对登贝莱的续约感到乐观，如今他也改变了立场。据称，他直接和登贝莱进行了交流，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。哈维告诉登贝莱，要么法国边锋接受俱乐部之前的续约报价，要么接受被剥夺出场时间的命运。